一百五十次，一百五十五，一百五十六，这三味药呢，理实、常识、肤清，啊、哦，我们使用的也不是很多，啊、哦，也不是说使用了很多，啊、呃，诸位看一看，啊、哦，像我们怎么那个理实说去破积聚啊，去三重，我们要非常多，好、哦，可以去这种药。